您的浏览器不支持。此视频格式。封面新闻讯，记者王祥龙填学角。10月5日。封面新闻记者从甘孜州康定市公安局获悉。10月2日。甘孜州折多山突降大雪。400余名民警徒步上山。从拥堵路段两端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微博网民很爱很爱自己的小敏敏，却发布辱警言论。目前该网民已经被治安拘留。当日微博网民很爱很爱自己的小敏敏在其微博发表康定的交警是死完了吗，年年过节堵车堵死谁都看不到交警过尼玛的节的辱警言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邓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康定市公安局网安大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款予以治安拘留处罚。网警提醒，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同样也是法治社会，公然在社交网络上肆意辱骂拔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爆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爆料微信关注 is 爆料 QQ 338-64057-12